天无绝人之路。本节目感谢爹亲娘亲不如干爹亲的 Shopee， 慧眼识英雄的再生父母 Roto 眼药水，让你年年十八青春永驻的 Hadalabo Koji 护肤系列，以及滋养内外健康美丽 Good 气色一步到位的 Wonder Dewy。 感谢各路干爹大方赞助。录了啊 ，stand by。Three, two, one, action。青春不能没有你，干爹更加需要你。欢迎收看《干爹业配吧》，你好，我是主持人Joe拿走。那上一集呢，我常勇书生族呢哭得很惨的。进行了这个内部淘汰赛之后呢，哎，大颖和炸鱼成功晋级六强了。恭喜我自己进六强。而今天呢，就轮到了培养组了。那当然规则是不会改变的，四位实习生，两位淘汰，两位就晋级的。超级紧张，非常期待今天皇组到底谁会胜出呢？还有上一集啊，就把所有的责任呢、推得一干二净。那今天到你的组了，心情如何呢？要死。开始害怕了，对吗？他今天一早就在我们的 group chat 里面讲，啊，你们四位平常心，加油。其实这些话他应该都是在对他自己讲，因为他真的很紧张。这一杯86年的白开水，主要是敬我尊敬的彤彤、常勇还有书生，你们是在我心目中呢数一数二马来西亚我觉得最敬佩的内容创作者。真的吗？上个礼拜你不是这样子的哦。真的，你们都是我的启蒙师，我的导师，所以希望你们看到吗？这个是最毒妇人心。那今天呢，你因为不能够参与这个评分嘛，所以不如趁现在呢，让你发表一下你看过他们的业配影片之后呢，平均分数你会打几分，然后你会大概怎么样的去评价他们的影片？哇，这个问题你真是考倒我。如果讲太好，他们讲不过如此；如果讲太差，哇，假谦虚，真的难。我自己的觉得啦，就是我看完他们的影片之后呢，哇，很棒，他们的广告很棒，我看完有那个想要马上购物的感觉，这个就是好的业配。不要假啦，朋友，你不要假啦，我老诶。我现在等他把我打会跟他 video call 开会一下，分享一下看完你们四位的影片的初见。那件 screenshot 是我 screenshot for Sabrina， 其他你可以了解参考一下。Villain 啊，刚我洗澡的时候，我想到一个 idea， 我怕我忘记，我先跟你讲，我觉得你可以参考一下。朋友，你的这一招哦，可能对彤彤、常勇、书生啊 workable， 但是今天你还会遇到另外一个难题，因为这一集真正可以评分的神秘幕后推手呢，也是不可以错过的哦，而且他不容易被取悦啊。是谁啊？今天欢迎。有没有一种就地重游或者是人事已非的感觉呢？我有一种被大家抛弃，然后被大家遗忘，然后被大家背叛的感觉。不过还是要问回 Jasper， 这次的身份从幕后推手变成了神秘的幕后推手，你的评分标准会不会有所不同呢？当然有所不同，哎呀，人去已空了，对不对？东西都要改变一下的，因为毕竟我现在不是真正的幕后推手。以前呢，我会心软，因为呢，我有学员跟他们培养了一点感情。现在呢，他们是谁，对不对？我只会讲实话，然后呢，我总会记得有人告诉我一点，就是对他们仁慈就等于对他们残忍，慈母多败儿，严师出高徒。哇，哎，真的很会唠金句哦，很可怕。怕。Oh my god， 请下课。好，
那这个时候呢，不如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一集依然有的九位陪审团参与我们的投票，他们是来自哪一个领域的大神呢？就是最有办法把干爹们服侍得服服帖帖的金牌销售团队，欢迎他们。在看业配影片之前呢，让我们来看看裴永祖的业配产品究竟是什么呢？噔噔噔噔，就是养了本节目整整两季的干爹 Shopee， 实时超级品牌贴啦。而且呢，在每位实习生的影片当中呢，一定要提到三大 USP： 第一，最低消费时令级免费运送；第二，品牌大促销50%的折扣；第三，玩游戏点击并赢取 Toyota Vios 豪车。这是一个慈善团体吗？我有听错吗？哦，是 Shopee 啊！天哪，好棒啊！有点 over， 有点 over， 真的吗？真的吗？OK， 那一个没有产品可以拿在手上的业配，只能够用影片来呈现，真的会非常好奇实习生们到底会怎么做啊？那今天呢，就请出第一位实习生，也就是非常考验我的主持功力，比我还难聊，超典型的话题终结者。我们有请 Lex， 加油，干下一个，加油。Lex， 哇，剪了头发哦，帅嘞！各位推手好 ，Jasper 和阿周好。他赢过掉你的称赞了，周。Finally， 哥太考功力了。Lex 真的太可爱了 ，feel 到强强一股很强烈的冷气风吹过啊，还是。Alex 讲话就是这样子的，会马上 dead air 的啊，希望你习惯了。哎呦，谢谢，难怪。这样 Lex， 我想问一下，你在所有的实习生当中哦，目前有谁是可以成功和你很顺利的聊到天 ，on channel 的那一种？炸鱼炸肉吧。哦哦哦，竟然是炸鱼炸肉！一石双雕哦 ，Alex。哎，怎么他聊天的人不是他的团队，而是其他团队的？你们聊过最长的句子有多少句呢？一分钟吧。真的很冷呢。对不起大家，那我们不如就来看看 Lex 的作品，就是 Lex 制作的影片缩图。哦，来，同。怎么样？看了他的那个 thumbnails 之后，单看这一个排版啊、调色啊，就知道 Lex 果然就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老手。可是，你问我的话，我觉得稍微还是不够。我觉得你可能想要做的旧手机有没有一些 specific 的款，可能会引起更有共鸣。所以我会觉得说那个字需要换一下。嗯，那我觉得 YouTube 封面你上传了封面嘛？它是以后不可能会换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耐看很重要。像这样子的两种颜色的渐层字幕，我觉得是比较没有这样耐看，所以我觉得这方面可能要再改进一下。但是其他排版啊，我都觉得 OK。Jasper 一直点头，是认同的意思吗？我不是很认同这个 thumbnails， 不吉利，不吉利。哎、因为哈、哦，这样子评审团一看哦，他就会这样。Jasper 提到的这一点太对了，真的是不吉利。为什么是这一个？他要臭妹。我看朋友主持这个，你以后拍 thumbnail 你要这样，你要学梁导，一定要这样。我们马上来看一下 Lex 的正片吧。喂喂喂，手机准备好了没？因为 Shopee 有好礼要送你哦！马上打开你的手机，下载 Shopee App。广告后，让我们一起来 Shopee Shopping， 耶！赢取高达100万的 Shopee Coins， 继续看下去，别走开。我们马上来看一下 Lex 的正片吧。嘿，我是 Lex，
今天就不跟你们来做开箱或者是评测视频了，因为今天我想来点颜色不一样的烟火，毕竟是小弟第一次上 Astro 的节目嘛，今天就来个特别企划，所以今天呢，小弟就特意为各位偷来了我女朋友的备用手机啦。虽然是说因为那个电池很不耐的缘故，这家手机也越来越少使用了，但是呢，偶尔他会拿来刷一刷抖音的，因此现在来说他还是视如珍宝的，就算连我他都没有这样疼啊，哎。原来我连鸡都不如啊。Hello, darkness, my old friend. 那在期间呢，其实我一直有提议过主动帮他换那个手机电池的，但与其是说他舍不得，不如就说他对我没有信心吧。毕竟我可是有前科的，想当年呢，我本来是要帮他换 iPad 屏幕的，没有想到到最后我是换了整个 iPad 啦。这样当然啦，这一次如果我换电池又弄坏他的东西的话呢，这样我肯定是凶多吉少的啦。那我到最后是生是死呢，我们就拭目以待吧。首先如果你要换电池的话，当然你就是需要的一个全新的电池啊，还有就是一些特定的工具包。为什么要用那工具包呢？其实因为 iPhone 的那一个螺丝口呢是非常非常特别的，如果没有专属的那个五角螺丝刀呢去开它的话，是绝对是开不到哦。这样不过其实你们不用这样担心啦，是因为通常你就是买一粒电池的时候，店家呢是会顺便就是给你一包你需要到的工具包的，然后我们需要利用吹风机去把这个屏幕的边框给那个里面的防水胶预热变软，我们才有办法拆下来。我就是突然想起啦，虽然以前的手机就是没有好像现在这样子这样多黑科技或者是功能，但是非常方便的是就是哦，那些电池可以随时随地都可以买到还有换到，它的存在甚至我可以讲是比 power bank 还就是更方便。就以前的话呢，是这粒电池没有电的话就换一粒 spare 的来用啦，我还是蛮怀念这一种感觉的。现在还不止不给换哦，而且掉电哦是全球风靡的一种 trend 来的，而且你现在每天哦你还要想方设法去花非常多的心思，就是不要让它的电池健康掉这样快。其实我对我女朋友也没有这样多心思，现在呢我们就是需要先把那个螺丝给拆出来，拆完之后呢，其实刚刚这些连接口我们每个都需要拿它来断电，然后我们呢就直接可以把那个屏幕给拔出来了。讲了这样多呢，终于来到了换电池的部分。现在我们需要做的是把这两个电池胶带给扯出来，才可以把那个电池给拿上来。这样其实我本来是蛮紧张的，但我好像是透过这难得的 DIY 呢，去找回一些我遗失了很久很久的小乐趣，也好像找回我当初就是想做科技博主的一个初衷，就是不断的去尝试我没有做过的东西。这样终于我把电池呢就拆了出来了，这里我就要把新的电池重新装回进去。这样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在这里会直接跳去开机测试的时刻。哎，终于来到最关键的时刻了，那结果是如何呢？我们跟裴勇接一下 BGM 来揭晓答案吧。拍摄拍摄，播错歌播错歌，所以到底开不开到机呢？三二一 ，Oh my god， 真的给我开到机了哎！虽然这一次说我的试验是成功了，命我也保住了，但是我觉得这只是我幸运而已，这种自己 DIY 的行为呢还是存在着非常非常大的风险的。先不说一个不小心就弄坏电话，但是这一些呢我个人其实都觉得是小事，最重要的是如果你在这个过程中受伤的话，这不就是赔了夫人又折兵的行为吗？所以我觉得啦，有时候这些专业的东西还是需要交给专业的人去做，毕竟这些钱真的是不可以省的。如果手机坏了的话呢，就买新的吧，毕竟旧的不去新的也不来啊。这样如果要买新手机要去哪里买呢？当然是在我们的 Shopee 购买啊。 Shopee 双十活动，最低消费10令吉即可获得免费运送，而且这一次还有这个 Big Brand Discount， 只要你看过或者是你想到的大品牌都有机会出现在本次的活动当中。最最最鼓励的是什么？打开 Shopee 玩小游戏的话有机会赢取 Royal Wales， 有兴趣的话就赶紧下单败家吧。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希望各位喜欢，要喜欢我频道的话呢，记得订阅还有打开下面的小铃铛，我们下次再见。耶、那看了影片之后呢，就来问一下 Jasper 有什么话说呢？其实我看完了我觉得我看了什么
就有一点那种啊，我看了什么东西。其实我觉得整个影片来说是稍微有一点 flat 的。我希望看到的是不是你教我这个荧幕要开的时候要小心注意什么，然后那个 battery 你拿出来的时候你要注意什么，然后我要看到你换电池啊。结果你就讲说哦，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现在马上换了电池。可是那个是你的重点呢，所以我就觉得稍微小可惜了一点。我现在完完全全可以感受到常勇书生上个星期的那份坐立不安感，你知道，就是完完全不能 comment， 只能够听。就像上一个星期欧丽读这样子，其实我也明白佩蓉的心情，会心疼，我明白这种感受。Yes。讲真的 ，Lesser 整部影片其实是一个很成熟的影片，但是有三点，我觉得第一点就是整部影片内容，我觉得对我来讲比较拖，我可能看到一分钟我就 skip 掉了，然后我觉得脚本可以再更简洁有力一点呐、啊。还有一个部分是我觉得讲话的部分，这种有起伏多一点表演，我觉得这一点 Lesser 给大家加强。那还有一点就是，我其实考量到这个共鸣这个事情，就是看这个影片观众朋友到底会不会去 Shopee 买手机这件事情，因为你是用这个内容去link这个业配，那我觉得你可以带出现在的状况，可能类似是疫情的关系，手机店没有开，而手机坏怎么办？直接去网络买 Shopee 买咯，类似这样子的一个呈现手法，我觉得可能会更有说服力啦。好，明白。我们来问一下陪审团 Alexis。我比较注重的是，因为我的 client 一定会 question 回我，这样他其实今天他只有十秒的 exposure 的话，我就是我的 audience 一定要是看到哦，这十秒了之后呢，他会立刻想说他要去买。但可能因为前面的解说有点太详细，甚至有拆场 promote 换 battery 的好，这样我会觉得，哎，我的 client 会希望不要有选择，你今天就是想要上 Shopee 买电话。因为我是客户的中间人的方式去看的话，我不觉得我的 client 的东西有出到来， Shopee 的东西有出到来，然后你也太过 monotone 的带过 Shopee 的东西，有一点太平了那边。好，谢谢 Edison。 朋友，你听了所有的 feedback 之后，你自己有什么话想说的呢？首先呢，我觉得要感谢大家对 Lex 的comment， 这是真心的，只是我要让你们知道，他是从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只是对科技有 passion 的一个人，他今天把这个东西呈现出来。那当然以他的实力跟能力，如果今天真的要去面对这样严峻的一个比赛，确实他需要去承担的，这样子我觉得才能够成长。所以真心感谢你们刚刚的每一个 comment， 谢谢你们，真的。今天的陪友不一样，他想打苦情牌，不可以上当，不可以上当。那就事不宜迟，直接进入我们的投票时间。在座的陪审团，请做出你们的决定。三、二。哦、啊，还有一票，还有一票，好，所以棒棒，所以 Tom New 真的不可以这样子拍，我跟你讲。哇，我觉得压力很大哎，这一期的幕后评审，他们的评分水准比上个星期来的更高哎。My God， 很紧张 ，My God。好了，那大家先不要那么的紧张，我们不如先去一个非常有趣的游戏先吧。Shopee Shake， 准备好你的这个手机啊！哈，这个游戏呢就是非常简单。首先呢，打开你的 Shopee App， 在首页呢点击 Shopee Shake， 前往游戏的界面呢，接下来只要摇一摇就可以了，就有机会呢赢取总值高达100万的 Shopee Coins。好，大家准备好了吗？三、二、一 ，Shake！ 哇，黑勇直接就是摇到晃了。常勇都是眼镜都掉下来了。好，每个人都拿到他们觉得满意的这个 Shopee Coins 了。那如果还想要玩的话呢，敬请期待我们下一次的这个干爹业配吧的 Shopee Shake 吧。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出第二位实习生。他呢，为了参加干爹业配吧，居然放弃了在沙拉瓦卖 DJ 的一职啊！不知道他的这个决定呢，哎，正不正确呢？就让我们请出这位超级啊沙里的天姐 Val。如果这种比赛的结果不如你所愿，你会不会就是觉得很后悔这样子？我是要讲说我做这个决定了哈，我是不会后悔的，因为我觉得人生的每一个阶段总需要做一些决定甚至一些改变来让自己更进步这样子的，所以失去的同时我也是在获得啦。至少参加这个比赛，我就觉得我学到了很多的专业的知识，然后也是另外一个领域的东西，所以就算这个比赛我没有走到最后来讲，我觉得这个也会是我人生非常精彩的一部分。果然是 DJ。
哇哦！我们现在马上来看一下 Bell 的这个影片首图。嗯，苏胜，你看到之后对不嘴耶？啊，因为我是看大图嘛，所以我有点不太明白那个意思。然后我先看到图片，然后我再看到那个字体。所以字体的话，我觉得它的颜色用到有点不聪明啦，就是可能可以再抢眼一点，可以吸引我的眼球。然后，可能那个照片的话，我觉得可以再用动态一点，就是好像真的有在发生这样，不只是淡淡的照片。明白，明白，谢谢。因为我们出这样子的一个 thumbnail 的话，我觉得一定是要看图说话。可是坦白说，在这一个 thumbnail 里面，我不只是照片，连文字我都觉得我不明白是什么。不要先讲啊 ，Jasper 看不懂的原因可能是他中文不好，他以为是女表里不一的同事，他可能不明白整个文字。我们直接来看一下 Bell 的正片吧。我是 Bell。 成长的路上呢，我们一定会遇到一些形形色色的人事物。他们说让你最心碎的就是最刻骨铭心最难忘的，但是我觉得比我初恋还要更难忘的就是我那个讨厌的同事。没错，讲的就是你。 Roses are red, violets are blue, but she everyday 阿布阿布阿布。他全身上下都散发着一种让人讨厌的气息。阿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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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可以帮人家开这个吗？这好像和水水打不开啦。哇，你好 man 哦，谢谢你，你变很好了吧？啊，阿布，你不要走，开这个，可以帮人家打开吗？人家好像要洗手手哦。嗯，你有看到昨天 Apple 最新的 Instagram post 吗？你看他的 bag， 哈，那你可能这边有钱可以买到这样子的 bag 哦，一定是谁谁谁送给他啦，我觉得。嗯， Apple， 哇，你的这个 bag 很美了，为什么你每天戴不一样的 bag 都这么好看的？真羡慕你每天可以换不一样的 bag 哈，得病哦，好。嗯，你可以借我看一下吗？我可以摸一下吗？小吉米，这边有点问题哦。什么问题？嗯，我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嘞，应该是你的问题、啊。可是我刚才已经不要建议。Daphne， 我知道什么问题了的。你写裴勇跟你在一起，那有可能裴勇就是跟我在一起的吗？Daphne， 我觉得是。你是不是生气？我不是故意的，你是不是生气了？你生气哈？你们看他生气了，我不是故意的。虽然讲说我这样子笑是有点坏啦，但是呢，当我看到他被骂的时候，那种感觉是很赞的，就很像双臂蛋蛋一样赞。人有情绪的时候呢，就应该要适当的释放，你的愤怒要释放，你的购物欲也是时候释放啦。在 Shopee 单点购物的时候呢，只要你 spend at least 10 ringgit 就可以享有免费运送，而且还会有 big brand discount， 你所期待的大牌子可能都会有优惠哦。重点是在你买买买的同时，还有机会玩游戏赢取一辆 BMW。最后提醒一下大家，讨厌的人就不用跟他客气，购物记得要到 Shopee。 好棒好棒，好紧张。
Jasper 怎么样？看了影片之后有没有知道他想要表达什么了？看影片我差不多已经知道了，但是呢，我是觉得说你的 content 那个 tempo 其实不是抓得很好，比如说前十秒真的讲得太多了，我觉得如果你可以直截了当的进你的重点，我觉得那就好。我的话我是觉得前面的话就是有点单调，我觉得可以再做更好了，建议你就是去磨练一下分镜的感觉吧，不要一直从一个 one shot 丰富化那个分镜，会有不一样的感觉的。哇，真的学到很多。那我们请出我们的陪审团，我们请 Yuki 吧。我觉得如果是一个干爹来说的话，他们会希望他们的品牌融入是从头到尾的，可能前面不需要那么的广告植入，因为人家会可能会直接不要看的嘛。但是你可以的地方，比如说你的包包是哪里买的呀，然后他那个同事就会很不耐烦说 Shopee 啦，干嘛，就是类似这样子的植入，可能顾客群会看到会更喜欢。其实对这个影片我觉得是很有兴趣会去看这个东西，可是如果是以一个干爹 Shopee 的角色来看一下，我觉得你就是说那个衣服方面，可能到最后说你穿的那个黑衣嘛，可能你穿一个干爹我们 Orange Color Shopee 的那个衣服呀，就像 Jasper 现在穿的那个衣服这样，然后 Overall 我觉得是 OK 的。真的是每一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朋友有什么话想对标说呢？我想要跟你讲，截至目前为止你在我心目中是整个比赛这一季里面 Top 5表演最好的表演者，你表演相当之棒。 OK， 谢谢朋友。那陪审团我想做一件事情，等一下呢，我希望大家可以在投票的时候，如果你们比出一个好的反应呢，未来你们找裴勇业配的话，价钱我们可以另外聊。裴勇，哇，没有没有没有裴勇竟然因为我降低他自己的价钱，哪里有这样子的。好了，现在呢，我们就要麻烦呢陪审团做出决定，到底票可以从他们手上拿走多少票呢？三、二、一。Oh my god！ 全员通过，裴勇拉票成功了。我真的没有想到卡宴真的这么想要把我的价钱压低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出第三位要登场的实习生，是位重量级的选手，他的 Facebook 和 YouTube 的人气呢是最高的。来，我们来有请 Rian。感觉 Villain 还没有就是 Roll Gate 的时候，他一直讲说 Why Why， 好像很忐忑哎、欸、你。哦，没有，因为其实看到前面的选手，他们讲真不会很差的那个 video， 但是拿到一个这样的成绩，哇，我的心里其实是有一点心脏病的感觉，我是很怕的，其实现在，然后有一点赤裸裸，然后给人家看这样子，很有综艺感啊，你们。没关系，现在先看的不是赤裸裸的你，而是你的这个 thumbnails。哎、欸啊，好可爱。那 Jasper 看了之后有怎么样的一个看法？我觉得这个 Tom New 厉害之处真的是只有因为他是主角，其余的我觉得已经不太重要了。但我有一个好的一个 suggestion 给你啦，我觉得下一次如果你放这样子的照片的话，你的那个表情啊，要么啊，要么这样子的更吸眼球。 OK， 明白。Villain Hello， 我想知道什么是傻强。他是一个新的 character 啦，就是在我身上演出来的、oh. 因为我从来没有过一个 character。如果我是第一个观众啦，我会不明白原来傻强就是个意思是什么。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可能会在你的照片的旁边可能可以指一个箭头说他是傻强 fit 傻强来类似这样的东西，因为那个字面上的话我不太明白那个是什么意思啦。书生不用担心啦，书生，因为、哦、一个好的 thumbnail 就是要引起大家的好奇感。刚其实你好奇哎，为什么是傻强、其实就成功了，这是一个好的 thumbnail。 朋友你怎么让人家想都两下的就是不好的哦、欸、你这样怎么一定是哦，你上星期不是这样讲啊？你上星期讲什么？你懂吗？你自己讲一个。好，没有想到呢 ，Villain 的这个 Top News 而已呢，都让我们的幕后推手呢，哇，有引起那么大的这个轰动。我们马上来看一下 Villain 的业配影片吧。桌子没了。没啊。哇，这个跪一下喽。所以我要看哪一边？这边。OK。看他了。OK， 来 start roll。要成为有钱人呢，其实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呢，就是努力赚钱；第二种方法呢，就是努力省钱。
啊，那么我就是努力省钱的那个。我的工作其实就专门教人家如何去节省的，例如好像省水啊、省油啊、省电啊，这种都是家常便饭的。在这个之前呢，其实我是一个卖那些人嘛的，但是生意很不好啊，慢慢每天都丢很多包，因为我送给人家吃，人家又讲我那些人嘛不好吃。其实哦，我的心哦是很痛啊，这样子浪费，所以哦，我立志哦想要成为一个非常节俭的人。最印象深刻的一个 client 呢，应该就是一个女人啊，跑过来问我，哎，她家很吃电哦，要怎样让她比较省电一点？然后我就去她家看看哦。第一个，我一定会教他们的，肯定是冷气。冷气如果一天啊，你晚上就开8个小时啊，那个电费大概是在一个6块钱左右。现在我教她一个新招，很简单的，就是你开5分钟，然后你关掉，然后你开风扇开到最大，你给她哔哔叭叭、哔哔叭叭这样子，然后呢，你就可以那个房间凉凉啊，1个小时。她就来质疑我，这剩下的时间怎样？不是很热？哼！然后我就跟他讲，1个小时后呢，其实你已经睡着了，你不会知道啊。就这样啊，我一年啊就帮他省了2000多块。你知道2000多块可以做吗？可以吃360碗碗汤米，你知道吗？陆陆续续这样啊，因为这个女人她就介绍更多 client 给我了啊，这样我的客人就越来越多了。我自己的话呢，我的方式很简单的，生活方面的东西绝对不可以马虎，一定要有格调 taste。你看我后面这个墙壁啊，其实是我自己精心设计的，有没有像法国时尚壁画大师刻字画出来的一样啊？我知道有啊，你们不用讲，我知道了 ，everything I know 。我这个衣服就是那个车大师那个阿花阿姨帮我车的，因为我的衣服烂了嘛，有洞嘛，这样我就去拿布来补咯。因为你要知道哦，如果我补一个洞啊，我就省掉一件衣服，一件衣服75块，你知道75，你知道多少钱了吗？300块啊！50碗汤面了，你知道吗？然后这个是那天我在路上人家丢掉了，然后我就拿上来补一下，因为有个洞嘛，然后还做成有口袋的底材。这个是我小学老师他女儿的衣，他以前喜欢穿这个衣啊，他以前喜欢穿。我没有经验啊，我疯在这边。下雨啊，我要去冲凉了。我每天在冲凉呢，都不想要等到下雨，这样会比较省水。这样至于洗衣服要怎么办呢？洗衣服我都不可以用洗衣粉，因为洗衣粉很贵，我都用玻璃纤布来洗。啊，这样子洗已经很干净了，没有问题，很好，很省哦，很棒。零零个零零个零零个零，哈哈哈哈。但是这样省你开心吗？我当然开心啦！你知道什么东西让我最开心吗？就是每个月的 Shopee 大促销，在这个来临的10月10号，最低消费只需要10令吉就可以有这个免费运送。不只是这样，而且我们还有这个 Big Brand Discount， 而且所有的 Shopee 用户只需要玩游戏就可以有机会赢取 Toyota Vios， 真是太夸张了！在这次10/10，我会买很多云吞面放在家里，哈哈哈哈哈哈！好吧，来，淑珍有什么话说呢？我很喜欢 villain 这个傻强的角色，不管是他的发际线突兀这个问题，跟他的纽扣设计，我都有看到，会让我呆着的一个影片。然后我一度不记得你之前是拍什么样的影片，这代表什么？代表你已经转型成功了，很高的评价。我反而会觉得 villain 这一次对我来讲，他没有转型。其实我不懂你今天想要做分享型还是想要做演，中间我很多问号很多问号，所以我有在想说，那你其实你想要走哪一个路线？你想要做表演的演员，还是你想要做讨喜的分享型的人？我觉得你要去想一想。那这个时候呢，不如来问一下就是陪审团的部分啊， Hong Chen。因为我觉得干爹带入的那个画面哦，可以不用全部画面都是用那个 animation 这样子啊，你可以用自己的脸哦，然后背景就可以换成 Shopee 的东西。我觉得他的 opening 已经就是能够 relate to 就是那个 Shopee 可以省钱了，因为他前面有讲可以赚钱来变有钱，或者是另外一个方式就是省钱。我觉得还有一个我很喜欢的是，就是他有 include 就是他的干爹的那个 jingle。 好，谢谢 Shermaine。 感觉他好像有机会是9票全拿到手的。
究竟 Villain 可以得到多少票呢？三、二、一，请投票。哦，居然会有三个打猜耶。 What？ 为什么啊？觉得 S 个观众，我觉得这个影片是有趣的，但是在 client 跟在 agency 的角度，可能这个整个影片它的完整度还不够高， client 的整个 USP 还不够 solid。 Villain 学起来啊。明白明白。接下来呢，就是轮到最后一位实习生，他呢就是明明可以靠颜值的空姐，但是呢偏偏要靠扮丑出位的 Sabrina。 Hello。 这一次要拍的这个影片又激发了你发明了哪一些新的丑角吗？其实讲真的，我真的没有想要发明什么丑角，我觉得可能是我美的不明显。难过了吧？你太久，你这样讲。我先说一句，这个是搞来了 ，Sabrina， 我觉得你是很美的 ，OK， 好不好？谢谢你。好的，我们先看一下 Sabrina 的这个影片缩图。我听到第一个声音是来自彤彤的，为什么会有这个声音呢？我理解你想要用这一个干净的背景，但是这一个这样子整个搭配配色下来，看起来影片的那个质感不太好啊。如果我是你啦，我会把那一个酸辣粉放到最大，然后后面就一碗酸辣粉，我会觉得会更加的吸引人。我觉得我是不会用我这个字啦，因为除非今天我如果是刘德华的话，那大家就很好奇为什么我不敢这样子吃。比如如果我会改的话，我会讲说用双手吃酸辣粉，结果这样大家是对你这个 action 好奇而进去看的。马上来看一下 Sabrina 的业配影片。紧张了紧张了。Villain BB， 你懂我手机坏了吗？手机来的，当然懂啦，醒目的嘛。你懂今天是什么日子吗？今天？你生日不是明天吗？笨蛋！今天是 Shopee 9月25发新日促销啊！你还要霸占我电脑？到什么时候 ？Shopee 实时超级品牌节从9月25发新日促销开始啦！最低消费10令吉即可享有免费运送，全网高达50%折扣的品牌大促销，还可以玩游戏赢 Toyota Vios 豪车。马上下载 Shopee， 更多惊喜等着你！想要女友保持好心情，让 Shopee 拯救你的爱情。马上来看一下 Sabrina 的业配影片。Hello， 大家好，我是 Sabrina。镜头前的你，有没有人喜欢吃辣的？今天想要来做一个中国网红粉的大比较。李子柒的酸辣粉，还有李子柒的螺蛳粉。可是李子柒是谁？李子柒在影片里不需要多说话，让观众静下心来感受她写意的田园生活。随后推出了自己的美食品牌，其中螺蛳粉的销量最为惊人，千万粉丝的流量。她穿着红色的衣服，留着一头黑溜溜的长发，细心的准备所有的食材。我明白了。哎呦你们！红薯絲粉、菜包、豌豆、汤包、豆芽、酱包、醋，把所有的料集中在这边。念一个咒语 ，Sabrina， 帮我煮酸辣粉。很期待，因为酸辣粉呢是被唐玄宗誉为天下第一粉，让我来试试看天下第一粉到底有多厉害。先喝一口汤，酸到我的那个腮帮子突然之间收紧哎！再试试看它的豌豆配汤，那个豌豆的香，你慢慢越嚼，它那个香就越出来。那现在来试看它的粉，它很滑溜哎。我真的可以一口接下去一口哎，那个麻会留在你嘴巴里面挥之不去。你看我现在还是麻的，
对了，大家刚刚开头的时候我有讲了一个神仙吃法，对不对？在抖音上面呢经常看到有人这样子吃，好像很爽哎。它就是蒜头。有没有人是喜欢吃蒜的？咦，我们通常会把它弄成好像蒜米，对不对？可是整粒蒜这样子吃在马来西亚是很少的，所以我就来试看到底这样子的搭配怎么样。很辣耶！哇，我跟你讲，那个蒜哦，我没有想到它这样辣哎。蒜的辣跟酸辣粉的酸辣粉，蒜的辣跟酸辣粉的辣比起来哦，蒜真的是 holy 哇，可以哦，喂，这个真的是神仙吃法哎。让人闻风丧胆的螺蛳粉，腐竹、花生粉、菜油、汤包、醋、酸笋，它就是那个罪魁祸首。然后就要念咒语啊！白吃的东西不用看两次，我把这段剪掉了。Oh my god， 大家！以前我的家呢也没有香到哪里去，可是现在是臭的，搅拌一下那个臭味直接拱上来哎！哇哦，尖中一直咬到那个酸笋的酥脆，很爽口。现在我喝一口汤 ，OK？ 啊，够味 ，Nice。它比起刚刚的酸辣粉哦，是很不一样的感觉。刚刚就是咕噜咕噜就进去了嘛，对不对？这个的话反而是比较有嚼劲的。层次方面呢，肯定也是这个更加丰富一点点。因为这个的话，你会一时之间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味道。它是辣吗？是臭吗？是酸吗？是酸吗？是辣吗？是臭吗？哈，是酸吗？是辣吗？是臭吗？哈。这些是满满的生蒜头，我今天就要挑战把你们吃完，你们会超后悔。吃过了这两种食物后呢，我得出了一个结论，在 Shopee 买东西实在是太快了。不好意思，你别来陪了。Shopee 十月十，消费十令吉免费运送 ，Big Brand Discount。不止这样，玩游戏赢取 Toyota Vios。还等什么？赶紧下单，然后就等着收包裹吧。阿爸。看两肚子饿。来，苏珍，你有什么话想要对 Sabrina 说呢？如果我今天是凯恩，我看到这个影片我会不开心。毕竟凯恩的角度，他一定是想要他的东西有展现出来。如果我是你，我会说，哎，李子柒的面在中国买的嘛，对吗？是很难得到的，可以呼吁大家去买。这个动作在前面就可以带入出来了。然后在中间有一个角度是，你吃了螺蛳粉，然后那个碗已经空了一大半，然后你再切一个你的近景是非常满的。然后这个的话，如果是我，我会重拍，就是对待这个的用心点还是要有。坦白讲，整个内容的架构是没有条理、没有逻辑，甚至也不够扎。一开始你拿酸辣粉跟螺蛳粉来做比较的时候，我就问号了。真正懂得吃酸辣粉或螺蛳粉的人都知道，这是两件完全不一样的事。之后讲到业配的部分，你连那个吃完的那个感想都没有讲完，你直接进 Shopping， 你在讲什么？所以我会宁愿听到说，哦，你吃完了之后也顺便再去很顺的接回你要带的这一个 client 的 unique selling point。哇，彤彤讲话其实很有道理。很毒啦，但是的确讲啊是句句扎心。那我们就来听听看陪审团的这个意见呢，我们来问问看 Joey。对于你的影片，我觉得有点暗怼的是，因为我在你的影片里面，我看到很多可以植入的点。可能在前面的时候，你是可以拿一个电话来，你可以 scroll 在 Shopee 然后买这个东西，然后我们就 create 那个 attention 了嘛。然后你在 SMR 的时候就有 retention 了嘛，就人家觉得哇，这个东西好像很好吃这样哦。当你在 mention free shipping 啊，然后其他 USB 的时候，我是不是立马就买啊？身为观众也好，身为 client 也好，我们都想要看到这三样东西： attention、retention 还有 action。如果今天我是以一个干爹的身份去看这个东西的话，坦白讲我连看都不想看，我会 call off 整个东西这样子。最重要的点就是在那个切入点，就做的有点生硬，就不够自然这样子。做一个业配真的是非常多的学问。那既然大家看了 Sabrina 的影片之后呢，哎，真的都饿了，那我们赶快让你们投票看看他们的成绩是如何哈。那我们请出陪审团
三二一，请投票。票还有一票，不如呢这个时候我们先让我们的陪审团做一个结论，然后呢也让我们的摸腿手呢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去算分这样子。我整理了三个 point to conclude 整个东西。第一呢，就是作为一个业配王的话呢，是需要找到平衡，你自己跟观众跟干爹之间的一个平衡。第二点，一定要有准确的定位跟准确的观众群，其实我们不能以撒网式的方式让全世界人都看我的东西。第三点是最重要的点，业配不是在卖东西，如果你要观众相信你那个产品的话呢，首先你自己一定要相信那个产品。所以无论如何今天的成绩是怎么样都好呢，其实我是觉得这只是大家的开始而不是结束。好，谢谢 Winston。 而这个时候呢，最终的成绩已经出炉了，究竟谁去谁留呢？我们有请幕后推手来公布成绩了。好，裴勇，我知道要自己公布淘汰自己的团队的人是很恨的一件事情。陈裴勇，我跟你讲，我一直都要期待你啊，公布成绩。哇，这样好啊，谢谢你来相救我。OK， 我先公布一个名字了。哇，这个名字是 Villain。Villain 被淘汰。OK，Villain， 我们幕后推手都一致认为你是一个非常有个人魅力的一位选手，可是你自己却灭了你自己的那一盏灯，这是非常遗憾的。可是我们相信你一定会为你自己再次打开那盏灯，所以恭喜 Villain， 你晋级了。恭喜 Villain， Jasper 已经玩过一轮了，我们让其他的幕后推手也来参一脚吧。常勇，常勇，常勇，给我玩了，给我玩了，常勇作死啊！来音乐，刚刚我们十分钟前在一个小组讨论了很久，你可以讲重点吗？你讲什么东西 ？OK， 我们就是要照住。这四位选出两位被灭的灯，我先公布一个名字，你今天被淘汰了 ，Sabrina。是真的 ，Sabrina 被退掉了。就请 Sabrina 来发表她的最后一番言论吧。讲真的，我现在是没有讲很伤心啦，因为我更多的是感恩。我觉得有这个机会去让很厉害的幕后推手说出一些改进的东西，我自己是很感恩，然后也谢谢整个幕后的团队，然后我认识到你们十二个，我也觉得很开心，谢谢你们。好，接下来呢还有最后的一个席位，不如让彤彤来公布吧。好，那最后呢，我们还有两位实习生，到底谁不能继续的晋级这个比赛呢？我要公布的名字是 Lex。也换言之，就是 Lex 今天会是最后一位呢，实习生是被淘汰的。我觉得 Lex 被淘汰有一点点可惜。我是觉得今天九票当中我拿到一票，就代表着我要花更多的心思去争取这八票。下一次可能你们再见到我的时候，可能我是一个值得九票的一个内容创作者。我真的不会讲话啦，可是我希望你们 get 到我要讲什么。知道。Les， 那句话好感动。裴勇，最后有什么话想要对他们说的呢？其实坦白讲，四位当中，我其实是有亏欠感的。因为我觉得我没有真的是把我所有的时间可以跟你们分享安排给你们，然后去把你们的作品给改进，这个是我想要跟你们讲一声 sorry， 你们四位，这是第一件事情。然后你们四位当中哦，我其实最要讲 sorry 的是Sabrina 跟 Lex。 我不知道你们还记得我们之前有一集录的时候，我很后悔我讲了那一句我不舒服，我觉得我的情绪管理不好，我让你们内疚啊。这个是我 feel 到我们之后的相处其实有疙瘩，
因为我 feel 到 Sabrina 也好 Lex 也好，他们是处于比较战战兢兢的在跟我沟通，这个是我真的有遗憾到的。我觉得我们没有办法像彤彤跟他团队或者常勇书生跟他团队相处这么更像朋友，我觉得这是我做不好的地方，所以如果有机会我希望我们之后可以好好交朋友，就这样。再次谢谢呢我们的 Lex 还有 Sabrina， 然后再次恭喜 Willen 还有 Bell， 恭喜你们成功晋级。下一集呢，哇，轮到全女班，也就是目前呼声最高的彤彤组要登场哦。而且我们还邀请了来自台湾 YouTube 高达200万订阅的神秘幕后推手，不知道会不会反而让全女班感到很大的压力呢？已经开始紧张了哦。干爹业配吧，我们下个星期再见。Shopee 实时超级品牌节从9月25发行日促销开始了，只要消费10令吉起即可享有免费运送，还有超低价的品牌大促销，50%折扣，任你挑任你买，只要在 Shopee 玩游戏，点击并赢取 Toyota Vios 豪车。不知不觉培勇组的内部淘汰赛这样就结束了，但是我内心还是有一封信想要跟你们四个小瓜讲。 Sabrina，你是一个非常非常小心但是没有太多拍摄经验的人，甚至脸很油很油就敢上镜拍摄的人，到现在我觉得你整个进步跟成长我看到。 Lex， 你是一个拍摄经验不多甚至连眼镜反射到前面的蓝光都没有发现，而且还很创意的把第二个镜头放在头顶上拍头皮的人，我会永远记得你。 Willen，一个最稳重但偏偏剧本最简单的人，从一个很简陋的空墙壁到后面愿意相信我，加了很多很好玩很有趣的元素，我觉得你这一份态度真的非常的加分。 Bell， 你是一个我少数看到充满热忱又喜欢表演的人，但是你拍短剧连镜头 out for 这事情都不知道，甚至故事没有头没有尾但依然可以坚持，完全没有放弃过。虽然皇主不是最强，但你们想要进步的这一颗心，我觉得是所有人都应该值得学习的。希望你们这份精神不会变，我们一起加油。